你有没有看官网的最新消息？关于 PK 大赛。娜娜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任性？他可是满级琴师，技能超群，而且长得超帅。现在，该是你陪好刘家千金的时候。上的帖子了吗？现在全网都在夸他帅，还说什么如果是自己的话肯定会答应他。他被拒绝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我是赵泛舟，叔叔你好。你不说这样会显得我很有心意的吗？对啊，对个屁。一个男人对男人最大的尊重是什么？钱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你不是要钱吗？小秘书，给他。出头！怎么就不高兴了？对，怎么就不高兴了呢？怎么就不开心了呢？对，怎么就不开心了呢？你好，请问你是赵泛舟吗？是。我妈妈现在我们医院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加入。刚刚他的动作只是想感谢我。他真有礼貌啊。你笑什么？查总，就你。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奇怪的吗？万一我又想写个霸道总裁文呢？不能。这得修几世的缘分才能换来今生这么紧密的联系啊。过分。爱情真的是感天动地。山河不足重，重在于知己。你听听，是不是恋爱的信号？是不是爱？这就是爱情。患者现在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，精神科呢想对患者进行评估，所以过来提前通知一下你们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了。小周，你先走吧。我会好好照顾我妈的。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？分期付款的事儿。你不用有压力。董事长见过马戏团的大象，在马戏团表演的大象
被一根小小的细绳，那就可以拴住。他们有恐惧，他们不敢挣脱。请我吃饭吧，你不是说要谢谢我吗？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其实也没那么难吃。要是我逃不那么多，我就是从这条路奋不顾身的奔向了你。谁说我们分手了？消失不联系不是分手是什么？这么快就分手了？没有分手，那就娶她。娶她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那我等你。不把我当家，我不。好吧。校庆开幕，有一个优秀校友要致辞的。最近怎么很少见你去实验室啊？以前你可是恨不得住在实验室。怎么，跟教主谈上了？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知道。你脸红了？你真脸红了？没有，就去呀。去哪儿？没事，我也是，一起吧。现在上班时间。上了。